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个 Misto， 看看这次怎么样。第一张 Mirai Dalio， 看看这张能不能开启好运。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赢过。中奖号码是17、14、23、25、45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号码，第一个45，嘿，今天可以开门红，第一个号码就有了。12没有，22没有，有个23，差一点点。46没有，31没有，36没有，39没有，44没有，18没有，有17，差一点，15没有，37没有，38没有，35没有，42没有，最后一个号码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。28没有，这张就中了一个45。来看一下有多少钱，这张10块，还可以赢了5块钱，至少是开门红了。希望这好运能一直延续下去。15层，看看这张如何，能不能接上好运。中奖号码是24、20、46、16、18。我们的号码26没有，28没有，29还是没有，45有个46，差一点，14没有，38没有，41没有，25有个24，差一点点，没有，19没有，都是差一点点，27没有。好了，这张报废。来看一下 Delis 怎么样。第一排没有，第二排还是没有，第三排看一下，嘿，有机会，最后一个有没有？没有，差一点，最后一排，没有。好了，这张也报废了。下一张，最后一张了，还是 Delis， 看一下这张怎么样。这张有没有？第一排，哎，差点点，没有。第二排没有，第三排没有，最后一排了，不会三张都没中吧？有这么深吗？看一下，有机会，最后一个，哎，又没了，还真让我这乌鸦嘴说中了。
三张都没有，好运就这样中断了。下一张，20层，看看这张怎么样？好像玩了好几张，这个都没赢过。重要号码是13、17、11、30、25。我们的号码42，没有，45还是没有，27没有，有个17差一点点，19没有，22没有，32没有，38没有。24和25差一点点，14没有，35没有，34没有，40没有，44没有，15没有，最后一个号码，看一下，39没有，又报废一张，好运就这样断了。继续米莱打六，这张怎么样？中奖号码是32、25、17、45、11。我们的号码22没有，39没有。30没有，35有，25和45，35在中间，差一点点，44没有，36没有，33没有，15没有，34没有，16没有，都是差一点点的，20没有，37没有，14没有，42又差一点点，没有，最后一个号码13没有，又报废一张，继续，还是米莱达六，看看这张怎么样，幸运女神会不会降临？中奖号码是35、24、25、39、32。我们的号码15没有，45，15、25、35、45没有，46还是没有，
十二，没有，四十三，没有，十七，没有，三十，没有，三十一，没有，二十二，还是没有，二十八，没有，二十一，没有，二十六，有个二十五，差一点点，三十四，没有，二十三，二十三，二十四，二十五，没有，最后一个号码，二十，没有，好了，又报废一张。来看一下这个夺票是废的怎么样，能不能挽回一点好运，总不能一直这么睡下去吧，就只赢了第一张。中奖号码是30 41 19 15 49。来看一下玩法一，我们的号码37，没有，16，没有，29，没有，17，还是没有，11，没有，36，没有，38，没有，42，有个41，差一点点，没有，48，49，还是差一点点，22，没有，最后一排，40，没有，24，没有，27，没有，23，没有，最后一个号码32，没有，玩法一报废。我们来看一下玩法二，你还有没有机会中奖？第一个就是50万，500。100，20，1000，250块，50000。25，100，2个100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50000，2个50000，这个有点大，不太指望。10000，2个10000，5000。250块，第二个250块，还有剩2次机会。500，也剩2个500了，最后一个50，又报废一张，还剩最后3张的历史。看看有没有机会翻个小身啊。喂，来看一下第一张第一排，嘿，
第一排有了三朵花，开门红。第二排没有。第三排没有。第四排没有，这时候就中了第一排，看看有多少，两块，保了个本，还可以。下一张，第一排没有，第二排没有，第三排没有，最后一排没有，这张不费，看一下最后一张怎么样。第一排没有，第二排还是没有，第三排有了，嘿嘿，这次三中二，感觉可以，终于幸运一次，最后一排没有。来看一下这张有多少，还是两块，一共花了38块钱，赢了14块钱，输24块，这运气也是绝了，拜拜。